为法事无人知，岂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近日，临沂岚山公安分局便衣大队经连续工作，将砸车玻璃、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嫌疑人苗某、吕某抓获，一举破获30余起系列砸车玻璃盗窃案，涉案价值20000余元，其中一嫌犯仅20岁，让人惋惜。